早上好，鸭子们们，今天吃个减脂餐。
老姐妹们，今天吃的是陈叔家的酸辣粉，我泡了三桶，巨多量。慢慢喝吧，太热了。蘸这个粉真的好吃。拜拜。糯米饭、粉蒸肉、土豆丝，这边是红烧肉冻土豆，加了一点粉皮。
红烧茄子盖浇饭。 西红柿酱。 烤箱上。